跟大家介绍一件小笔筒，青花留白的，应该是清代的吧。长子莲，青花留白，11.8公分高，口径是8.5公分，底足也是，它的款式是爵士宣字，是文房里边用来提醒自己的吧。我看这个笔筒应该是清中期的，从它的外观的造型各方面上，那底釉也是白中泛青，直立而下，口沿这个地方都是方方的，画的也可以吧，有一定的水平啊，放在自己的案头上的也是能够给你一种清新的感觉，尤其是这个爵士轩这三个字啊，爵士轩，相当有意义的一个笔筒。